2014年的中秋晚会上，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，有一个小姑娘，非常的漂亮，跳了一段舞蹈《孔雀舞》，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，是当时晚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。那么今天这位小朋友同样来到我们的春节晚会上，他的名字叫做王佳楠，今天给我们同样带来一段优美的舞蹈《印度之夜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